历史故事是少年时代就很喜欢的东西。22到33，寻觅、倾听，这些故事变成血脉，也流淌进我的生活方式。我到现在没想过随大流，也没靠过什么运气，不博眼球，不当王宠，不出镜，只有一台老 PC。我想让你们看到什么叫中华文化。这一次不只是解说，励志中华文化龙抬头，祖国复兴，炎黄子孙薪火相传。我是莫小说，一个懂点剪辑、会点动画、喜欢历史的大叔。谢谢你的关注。